呢？行，你们聊吧，我也没什么别的事。别，那个峰哥，哎，正好你跟小雨解释一下啊，解释什么？装神弄鬼的事儿。啊，对，小雨啊，我替许涵作证，然后我也发誓，这个事儿绝对不是许涵做的，因为那天我看见了，他跟廖叔睡觉了。我自己走。老板，这是你衣服吧？我们家游泳池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小雨，你得相信我呀。我怎么相信你？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呀？从游泳池捞出来的呀。泳池？许涵，你能别装了吗？我装什么装？我不知道这怎么。吵什么呢？你先走。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我刚才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我都已经说了，我爸爸做的也不对，你非但不承认，你还跟我爸发什么誓啊？我骗你什么了？骗你啊？是我做的，我承认；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要承认？跟他嚷什么？嚷什么？你嚷什么？我问你，杜叔叔年龄多大了？怎么忍心下的这黑手啊？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那天晚上你可在这儿呢，现在跟我嚷嚷了。